抢的抢都2点呐！又发红包，我马上抢。有个电有相声啊，什么小品啊，我又很喜欢看，就看看看。哎呀，一个红包又逃过了，就老忙。我们小时候都是一起看电视，然后一起聊节目，一起吃瓜子，吃糖果。现在好像都少一些，可能年轻人就是。 在看微信发微信，然后抢红包，老人家因为不会操作嘛，所以那个年轻人和老人家之间的就相当于过去的沟通也会少一点。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红包呢，毕竟呢，我感觉这个还是一种数字游戏。 所以呢，实际上发这个红包代表的这个新年的喜气啊，祝福啊，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期待啊，这种愿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这种纸质的红包还是不能少的。